车全是成就，牛了牛了，双篮子三篮子，我操，我看后面的成就好多呀。还有吗？水清后面逆天的双篮子，水清什么水清能把这个20多个 W 力挽狂澜？兄弟们，等会儿出去给我刷屏，老王出150无级别鞋了，无级别特技，无级别流云光辉凝滞破甲效力水清。一修理啊，第一个篮子是一修理，另外的一个是气疗术。150的特技没有小事啊，兄弟们，两点成就，逆天的双篮子，三篮子我眼花了，无级别破甲，无级别。胖狗来遇到打选拔都鸡巴哥们儿，我跟你讲，他他妈来他妈遇到打选拔得他妈从我借钱拍烟花，你知道吧？啊，碎甲，放下屠刀加珍宝啊，破甲加精致，兄弟们，一车两个逆天的双篮子，破甲加精致有说法吗？兄弟们，150级的装备可以打16段啊，放下屠刀加珍宝啊，这波两个逆天的双篮子，啊。破血皇宫不磨，破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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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精致，我操，105防，84国标直接随机到了105防啊！双篮子，牛了牛了，水清绝，我靠，来个精青啊！109-58属性好超高啊，水清86-52，特技。不要光辉流云破甲，逆天的双篮子来了，兄弟们，特技加逆天的双篮子，给我来一个不磨特技，不磨特技，不磨特技，操，这个气疗一修理有没有一点像精青永不磨损啊？有点意思了，气疗也加血，精青也加血啊，一修理相当于小不磨，雾中仙套，笑里藏刀啊，笑里藏刀，再来一个笑里藏刀，等会儿我用梧桐昨天的语音喊一下啊，牛了无级别，给风少出无级别，无级别给我出来，给来个无级别，用我王哥10年送命换出个无级别。荆棘舞，白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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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喊得可真准。升官发财，福禄双全，双喜临门，逆天双篮子，破血不磨，野兽精轻放下，最后一车全是成就，牛了牛了，双篮子三篮子，我操，我看后面的成就好多呀。还有吗？水清后面逆天的双篮子，水清什么水清能把这个20多个 W 力挽狂澜？白板，我操，兄弟们，三件篮子，水清简易加地狱战神，160的水清简易，今天就算是有交代了，兄弟们啊，145放下屠刀，哎呀，真的是兄弟们给全梦幻的两天之内把所有的150靴子全扫了，总共扫了556双，556双，那我们的统计如下，出了4个破血，一个琴音啊，7个不磨，小特技若干啊，精青罗汉没出现，无级别影子都没看见，那只能给风少道歉了啊，兄弟们。